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没有人是无罪的，进步需要的是一把剑。来把剑圣，上路给轮中单铁男上当了，居然没带魔抗。先去对面野区插个眼一会儿，看看他蛤蟆红什么时候打。嗯，闪现，挨不着，别！这怎么还能来个鱿鱼呢？玩不玩啊？那鱿鱼哪来的呀？我今天不杀鱿鱼，我誓不为人。让他给我抠死了，我这药没吃吗？吃药了呀。哎呀，有点难受。不是那么很好杀了呀，这刀锋。剑圣打刀锋，前期没杀了。对，给我杀鱿鱼，还有这小黄毛，他走不了。给我卡住兵线来。来，刀锋搁上面呢，哎，爬着，把这蛤蟆给我杀了，不是我的人头啊。那鱿鱼怎么跑中路去了呢？玩不玩啊？还鱿鱼没完没了了，是不是？我先回点血，
能不能来个人救一救？我给你虚了，给你拔了，我让你烧。等我一下，刀锋还真是有点猛。我们生了。给我换了个铁男。哎呀，首先是鱿鱼一直搁中路待着，然后打个刀锋还不行，还得给我们换个铁男。哎呀，无所谓了，那我赶快去，我也不跟你对线，我上来帮你杀的刀锋来。来，上去砸！嘿，哎，抓抓抓抓抓抓！那你瞎换路！回中路去！五二一，哎，你们！漂亮，回家了。你先别上。吃几层塔皮，下路的话可以去，走吧，看看下路他们家还打不打，还在不在塔下回城，塔下回城可以尝试一波击杀。这不行，俩人全回去了，算了，其实回去了我也可以在这蹲他俩。那鱿鱼护甲鞋怎么办？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他呀。我念咒，哎，这铁男太恶心了，我真实伤害刷了这么多下也打不死，还是不太行。我闪现躲扣啊，有个屁用闪现躲扣，我躲不躲我也打不过他，我血太少了，我只是想跟他尝试一波。
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打得过，但是吧，你是得勇于尝试。干哈呢？不用你恶心人啊，你等一会儿。我他妈的把这鱿鱼给他杀了，一扣，你这个一扣都没中，我的老大哥呀。鱿鱼死了，挺好。我的人，我的蓝，你的永恒，你 no more。先回家。先来个德克萨斯木印，出个巨齿短臂，我们无敌了，应该能五杀了。这波中路先拿个三杀。你跟我跑，我最喜欢你了，鱿鱼。没得完，出个收集者。现在我发现啊，这每个人吧，你别管他玩的怎么样，但是最起码他都有皮肤，嗯，都有皮肤。嘿，一刀，两刀，鱿鱼已经放弃了。对不起，狂妄是不刀锋？等一会儿啊，这不能上。刀锋装备不错，这可管不了啊，这可管不了。
西兰刀应该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。其实我觉得直接出青云也行，算了，青云最后一件补吧。命令必须得到执行。中路拿一波三杀，来吧！嘿，哎，先杀鱿鱼，闪现，唰，一刀，唰，五个车，小黄毛呢？这他们三个人分三个方向跑，我真是佛了。这三个人怎么一直在一起？物以类聚吗？别我抠着啊！别我抠着，听见没？别我抠着，我给你一刀。又给我套虚弱鱿鱼，真烦人呐！鱿鱼，西兰刀了。无尽破甲弓，辅助能单杀铁男了。那铁男出的都是雾抗装，可不把他杀了。看看杀个蛤子不行，抽一刀啊，有点肉。打刀锋啊，你来。我是不是得给你一刀了？我发现啊，个老鱿鱼，鱿鱼出沙漏了。为啥不抠鱿鱼？因为鱿鱼没啥伤害呀、啊。我抠小黄毛，它有意义。应该杀鱿鱼的啊，心远了，心远是病了。我们从侧面上啊，哎呀，为什么要按 E 呀？我给你来一刀，穿的。
看见人直接开 E，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。我给你开个视野，你看你能上去杀他不？漂亮。那鱿鱼有沙漏，杀不了啊。什么意思？艾欧尼亚听说在召唤啊，倒妹儿，是不是在召唤？你这个鱿鱼，今天不一刀把你杀了？嘿，我给你一刀！啊，完了，念咒念快了。无尽应该差200块，不差200块，差700块。他们总是不站一块儿，我发现要拿个五杀呀比较费劲，而且那鱿鱼跑得有点快，我有点追不上。有没有挺进盖轮？这是个三项盖轮啊！咱先把红打了。哎，不的，我们直接去上路杀鱿鱼，扫一下没有眼儿，往上走来，找到鱿鱼。好金身，你不金身，我还不知道怎么杀你呢，鱿鱼！我给你一刀。给你一刀，有没有大爷给轮？小黄毛挺狂妄啊，不行，看来这打不了。最后出个清远，我发现这个神域透镜没用，我带个远见。鱿鱼的复仇，人家是有理的复仇，我鱿鱼的复仇。今天我势必杀鱿鱼，我决定买点鱿鱼丝儿吃。
抽一下火蓝，哎呀，我火蓝居然抠空了，没关系，这双 buff 是我们的了，这边就不放大了啊，化力护哨，我给你一刀。我这边先杀蛤蟆，来一刀，再来一刀，再，哇哦！这也太恶心了。下面两个防御塔，上面一个泉水，我只能在这地方走，我还没地方跑。W 有啥用啊 ？W 啊，没有用 W。在铁男的技能里边，他带套和点盐，还有我 W 没用，不出水银，我们出青雨就能打动了。出青雨杀他就三刀，都不用多，就三刀，三下。哇，这刀锋有点厉害呀！这 W 是船长的橘子就好了，那可不嘛。死光了！我今天不给你一刀鱿鱼，指定是不行了。整的让我 W 都给摁出来了，回个血吧，冥想一下。这也没有五杀呀，上！